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，看看八王这边的这个红丸啊，老 K 也弄了个红丸啊，你玩的有我包厉害吗？八王想选一些非主流啊，所以规则就没有限定死必须小五强，只进了大五强加真亲啊这种特别强的角色。那这样八王可选择的这个东西就多了，一会儿套个包子给你看看，还真打赢了 ，K 玩完，嗯 ，K 玩完，哎呦！你不要这样，八王开始还手了啊，直接拦，捡完了一手下地震，教他教他一手，没教明白，抓你脑袋，真能忍！抓脑袋踢脸是吧？还想暴气卡必杀，我这个欺人太甚了啊！这红丸还全三了。对吧，你看这规则这样一改的话，你看包王给你展示的东西就多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让规则束缚住啊，这样你看包王选择啥呀，这都是大门首发来打红丸啊，然后那个 King 啊什么莉安娜，这都是干啥的呀？老 K 这下盘打中了你，咋都不舍得给我包吃雷光拳，对吧？送货上门，我依稀还记得包王上一次跟老 K 单挑大门，对吧？一场抢食吃了26个蓝之身啊，不，24个蓝之身啊。有两个是地狱极乐落，那叮叮叮叮叮的卖血，老 K 会震吗？小跳上升，拳脚落地跟反，哎，糟了，他会震，看看大门打莉安娜，八王这边，哎呀，下臂居然戳不过大门，这就离谱了啊！他想来个跳 A 带必杀啊，拦到了，打莉安娜捡完有个后阵，应该不会阵，压上去打，哎哎哎，我你什么人呢你？离那么近你不去阵他，你不不不，你不去打他，你还阵？八王上全小五强了啊！是不是不跟他嘻嘻哈哈了？那是红丸呢，八王开局红丸没打赢就不上了，上严克配表七，来个虾儿米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封小五强愿意用这套阵容啊，是吧？八王开始摇人了，亲戚多，一顿薅头发，
看一下包王的马力怎么样啊？啊，一样薅头发。空方没抢赢，看包王要进攻了啊，想打乱洞。老 K 防这一个马力的冰崩啊，后小跳空防绝对是一绝啊！你居然敢来这一招，他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吃一个必杀。老 K 不用大猪的时候冲的可猛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！麦克雪来个地头，乱动，下一带个地级了路。想上必杀了啊！这边红丸。看一下这边大门跟大门，包王这边主打一手小牵制啊，没牵制住进角落，起身没抢啊，非常的稳健，跑抓被，哎呀呀，哎呀我去，先被蹬回去啊，然后跳 CD counter 3C 再拍一个3-0，不是关键，老 K 选了个玛丽还没上过场。他从来打不过老 K 呀、啊！真打不过呀！包王上这红丸只是为了告诉你单挑打不赢，别老劝他上红丸了。老 K 应该给他来那个啥呀，反摇 C 呀，是吧？他又没有气，磨他呀。完了，又给骗了。这场我录了，看一下包王的马力啊，在角落稳稳的，哎，这跳对后面没接啊，乱动逮到了，一套秒掉。上包子打小五强，说句实话，小五强这几个角色跳波都很容易嘛。哎，包王这玛丽有想法啊，牵制型玛丽是吧，一手原地跳 C 用的出神入化，老 K 跑天地反失误了。想要小跳蓝之山啊，这下被逮，来个逆向吧，正面送上门，不是打了四局了，这玛丽还是没有上过场，我再看看老 K 是小玛丽展示一手呢，都怪这红丸啊，抢戏，包王这局把红丸手底了啊，是不是发现首发单挑打不赢，可以放后面打他其他人是吧，老 K 这边这红丸，哎呀，这他这是什么类型的红丸啊，拳脚丸加跑抓是吧，他首发艰难，看一下单挑大门，包王这局大门有优势啊，气多血少一点还好，先吃一个蓝之山，哎，看你老 K 没有气了，又如何应对我包两气的大门，是不是，哎，成了，
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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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小跳还要蓝啊，被蹬了，不慌，哎呀，磕一个。这祖传的手艺，完了完了，不行，赌个什么都踢吧，是不是？就是三 C 跟你换啊，老 K 这下距离有点远，刚空之后想反过去去抓啊，结果什么都踢了。一手什么都踢，包王这局开张啊，老 K 的大门满力应该打不了包王的红丸，跟主力的那一场比赛何其的相似，零比四之后开始拿分，对吧？狠狠的拿他四分，你要看他又如何能够化解，我也就我以为见不着了呢。包王这 king 挺缺德啊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挺好使的，这给老 K 踢的。想跑玫瑰要架招，意图太明显。哎，对，反摇 C 走一走，直接跑抓，老 K 肯定打逆向。哎，正面还是为了这手反摇 C 啊，包王这个气出来之前再来一遍。哎呀，还加了个六 B， 这气攒的，一个架招拽过来，想延迟投他一下啊。攻防下盘必杀了啊，摘星手了，捡破烂接下地震。哎，就是我就是哆嗦震，这又用了他这个祖传的绝学啊，来自父亲的招式啊。老 K 这边想延迟一下去跑蓝之身啊，被包王逮到了，正面跳 C 下 A 三 C 天地反，小跳小跳真，哇 ！KO， 看一下老 K 的满力啊。是不是跟主力那场很像啊？零比四开局之后，疯狂的拿分，狠狠的拿他四分。他也没人可以换，老哎，大门首发跟包王要拼一手啊，跟我包拼大门，那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哎，你看看，我去，急了急了急了，干啥呢这是？三 C 又失误了啊，没有气，这彩头都没有蓝之山。哎呀我去，捡破烂了还骗一下，小跳站 A 还是站 B 啊？想要跑抓，最后死于自己的绝招啊！一个小拳拳，你看包王这边会的活啊，多了去了，全是才艺。是时候了。那他问问老 K 怕不怕他大门，看一下这波 King 啊，反骗一个就抓是吧，就是抓啊，
还想抓拆头，换一下。哎哎，我真的这个指令头。慢了，老 K 这里，刚刚他那个滑铲是可以直接带走他的啊。包王这 King 有一局低分的时候，这立了大功的啊。来了，又到了单挑红丸的时刻啊！不过这局老 K 血少，咱不怕他啊。最后用了一记包王踢，带走了老 K 的红丸。看一下这边玛丽一个钢 CD 进角落，他这是想电谁呀？开始归起来了啊，两个人，哎，单点一个雷光拳，除非上架招啊，把气用掉，继续追。包王在角落非常的稳健啊，空防一个升龙落地抓带走。嗯，老柯又换回这个顺序了，他为啥不把大门守底了？嗯，花死呢？老 K 这边的红丸全是抓啊，这抓的话，毕竟他的这个角色指令头输出比较低，糟践了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抓，对不对？来，又到了拼大门的时候啊！哎，这对着抢抓，这抢不赢啊！一脚。看一下这边 King 来打大门啊，想直接跑抓，一个架招拎过来，想要踩投篮啊。King 包王踢，哎，这什么招这是？对吧？全是包王踢，哎，你又如何应对啊？刚刚错失了一个三 C 的机会啊。战 C 加原地跳地的组合啊。非常的好用，再来一首什么都踢，没跑了。红丸血不多，不，大门血不多啊，想把第二颗气给攒出来，对吧？包王那波落地，老 K 要直接拦的啊，慢了。看一下玛丽，玛丽打老包王的红丸，基本上是没啥机会的，很难啊，只能说很难。跳攻击不能带抓，逆向下盘两点，哎呦，我都会的还挺多，又把包王扔回去了，我刚出墙角啊。包王这边啊，这三个人全换掉，开始整活了啊，开始整活了。那怎么打克里斯啊？还想抓是吧？跑砸失误，出个反摇 A。换一下，是吧？拿个芝麻换了个苹果。克里斯这个输出啊，是真的
真的很跟八神一样正。表七跟表下啊，对吧，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用表下二米手底打叶枫的玛丽，效果非常的好，那被揍了。那大门打表七就好打多了啊，这边就只有拳脚没有指灵头，就不用怕他了啊，直接延迟天地反吧。哎，这跑抓失误，拍大腿还拍到了啊。用延迟头，这击杀射没法防的。老 K 今天好几次拍大腿了，看一下大门打下二米这个蓝之山啊，又是霸王踢，是捡破烂想捡他下臂是吧？然后顺手把气攒出来。暴气啊，想直接卡玫瑰啊，跪的挺多呀，归他归他，来互相归。小二米这个下 C 加原地跳地啊，玛丽过不去，可以 bug 玫瑰。哎呦，好，玫瑰没有，怕升龙是吧？没有，他只有输的那一组才会放 BGM 啊，上局包王赢了啊，这一局就没有 BGM 了。克里斯很好用啊。这波血亏啊，克里斯已经爬起来了，包王要追平了啊，在零比四落后的情况下，是不是狠狠的拿了五，哎，里头取消直接广了。他当酒吧那么打呢是吧？直接追个跳抓又跑，哎，这边远 C 没有办法了，这顿揍是要挨的，收招慢。强转，玛丽有练过啊，没抢赢这一下，玛丽进角落了，暴王打正面，玛丽暴气，两个人同时暴气啊，拼最后一手。我擦嘞，嗯，这玛丽首发了啊，玛丽首发了，
针对克里斯，是吧？可以夹啊，慢了，但只第四间才能夹到啊。玛丽来劲了啊！玛丽主要前面四局都没捞到机会上场，是吧？其实他跟我说，当年他有考虑过用大门用玛丽当主力的，有练过，就在选择大门之前。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。剩个强五了。这么打的话，资源也多，国王在玛丽后面多颗气，小包不上红丸，小包红丸单体打不过老 K， 也不知道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现在可能就看九七就有一个人啊、用八中马当主力了。那得多可怕、被4-0之后疯狂换人，不对，他被4-0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换人，他每一局都在换。看一下大门跟虾米啊，大家都是两个气，血量也差不多，先上一个广蓝，现在包王领先一丢丢的血啊，一个包王踢搓一下就跑，小能量闪是吧，这边就包王就等着呢啊，呀逮到了，这个肯定不能直接跳抓了啊，会吧，包王把他的拿手菜啊全都弄上来了，再次选择红丸手法打晕了吗？前面几次单挑红丸都没打赢，这次开局巨大的优势啊，打出了一波巨大的优势，就愣冲是吧？该说不说，包王这边的阵容是真的多，这会儿换多少了？乱七八糟的，这一屏幕的人基本上除了五弱都选遍了啊。这局红丸支棱起来了，反摇红丸，反摇 A 跟反摇 C 哪个打血多？这还用？这不送分题吗？那一个转三下，一个转六下，再来一下就晕了，重攻击啊！哎，走你！包王的拿手菜上来了，主食，对吧？你看我就说吧，菜吃的差不多了才能上主食呢。哎，没有蓝之山啊，这回来了。反摇臂，正摇臂，开地板，包子，王。他不会反三吧？啊！
老克这大门甚至还满血啊，蓝之山没有，但一个驾招给他弄走，空房啊都没抢赢。老克这边出的啥呀？这是，看一下，暴王现在血量有优势啊，两边都暴气，能量闪，暴王没跳，非常的稳健。复合三 C 天地反还没有，玛丽首发打红丸，哎，换了个红肚兜。这个颜色的玛丽暴王他比较怕一点，追着抓是吧？是必杀，哎，不用，还是距离有点远。他用的是轻脚的，老 K 没有选择闪过去打他。轻脚的收招比较快一点，打到乱动，但后续没有。老 K 老是想去延迟抓他啊。这场比赛值回票价，打半个多小时了。包子上一局发波发的不好啊，看看这一局怎么样啊？天龙走一走。包王这边节奏来了啊，这小波发起来了，连贯，哎，连贯起来了，剪刀脚夹爆他的头，要吃就要么就不吃啊，要吃就吃到死。开局优势啊，骗气是吧，把老 K 的气骗走，你看他怎么办，看看这个小跳小跳阵啊，假装要阵想骗是吧，难道我包还能再吃蓝之山吗？这玩意儿反三，莉安娜手底打大门，他前面几局不都上莉安娜了吗，被揍零碎了。你看这反摇 C 多危险呀，这反摇 A 就已经完成收招了，对吧，血多打不了多少，但是挨打是真疼啊。你看这回用的是 A 啊，就安全了。这规则还可以，这规则要是限定小五强的话，你能看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吗？你平时哪有机会看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登场？这手小战必点的啊！哎，这边也失误。艰难，这边残血红丸差点把玛丽带走。包王这边这一场比赛这会儿换了得有多少套阵容，骗气儿是吧，骗气儿。哎哎哎，我他这玛丽还整花里胡哨这一套是吧，不当人是吧，玩埋汰啊，失误了吧，还是故意出三 B 的啊，包王哐哐斩气啊，
玛丽把气攒出来，好了。给包王一顿小才艺啊，这回可以后护阵了，是不是？捡完后护阵直接带走他。包王又把这个地狱队跟这个大蛇队啊的组合换回来了，一手跳 CD 独步天下，是不是？后面的表七跟表下还有这个包王踢。老 K 用霸王踢差点把霸王踢死啊。以包治包，哐哐反摇手，没事儿啊。这边表七虽然没有指令头啊，但是有包王踢。看一下大门面对表七啊，你又如何应对？表七版包王踢，攻防直接拦过来啊！其实没有指令头，大门这边太喜欢跟你近身了，颜值头他 ，AB 抓下 A 天地反，跟反小跳拍地板。一气呵成啊，人虾二米还是有三颗气，这一组别的没有啊，就气多，太多了。想拦是吧？哎，这包王踢吃的，我这几个包王踢两下赶上一个蓝之山了。虾米其实可以虾 C 阵的啊。两个，踢脸上了，对吧？那这不是踢脸上，那是大门先出的脚，夏尔米拿脸撞了一下，倒地。看一下这波啊，还想延迟再掏啊？齐家社的拳脚打玛丽优势还是很大的啊，就靠这手指令头。还能不能抓一个？好抓，夹一下带走。玛丽完成任务了，完成任务了，是吧？能带走一个就算完成任务。红丸面对夏尔米。攻防抓到了，看包王这边选择身后打乱洞，战 C 抓一个，再来逆向延迟一下再抓，疯狂骑大脖，又是逆向战 C 抓，红丸被活活骑死了。照单全收啊，就是逆向。彩头蓝，虾米好像也可以暴气阵啊！哎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虾米屁事没干，大门满血一颗气。霸王准备上大 B 兜了，哎，来了，那能 AB 吗？续命成功，
哎，这边大门首发了，老 K 这里啊，什么玩法？对不对？这不是正面硬刚包王踢吗？又没有气，直接捡他下臂，大跳想直接抓再刚一下，他没有瘦身啊，所以第一波那个下 A 后面的抓就浪费了，然后再来已经来不及了。对呀、啊，首发大门没气，一点威慑力都没有。包王第二个抓子想干啥来着？怎么直接被抱走了？急了急了急了，下面急了。想直接去抓啊，再抢空夹一下，原地跳再抓。先拉开啊，拉开稳一手。这两下子我这还 AB 上瘾了，上瘾了啊，这玛丽干啥呢？这是看单挑红丸学包王是吧，啊，直接必杀。哎呀我这太冲动了呀，包这怎么能前跳呢？投了吧。